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梅姐。今天星期天，带欣欣、月月去图书馆看书。我们图书馆到啦，小声一点啊，进去。妈妈，我要带屁的。这个星期欣欣的作文是描写清风公园的景色，刚好赶上了清风公园的枫叶文化艺术节，我们带她去逛一逛。耶，这里好漂亮啊，谢谢。老爸，你敲个脑袋。我跟你说，老爸小时候爬树，像这种树上面如果鸟窝嗖一下就上去了，骗你是小狗。那裤裆补了又补。嗯，我滑下来的时候，这里全部被树火拉了，血淋淋的。哇，这里好美呀、啊！你看，老苗在这里给我拍张照吧。爸爸也叫我这一张照照。给我拍一张。今天星期天就不烧饭，带他们出去下馆子去。耶！你要哪个？我，我看一下啊。哦，他要石锅拌饭，然后我的五花肉泡菜汤，他俩一人一份这个，再来一份这个。这个是金枪鱼拌饭。金枪鱼拌饭，味道还挺好吃的，我吃一口。我才不稀罕你要吸管。这个饭看起来很实在。哦，是芝士是吧，他妈？哦，这是芝士，你最爱的芝士。现在很烫。我尝尝。嗯、你真好看。这是烫呀，铁做的贼，还、冒烟呢，还能吃。今天的记录生活到此结束，我们吃饭了，拜拜。拜，来，明天见，拜拜。